回来了呀，就很开心，因为一直在关注丫丫，特别开心，特别激动，然后希望她的晚年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的。现在的心情还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毕竟是回来了，而且以后我们可以经常到北京动物园来看她，就觉得哎呀，很高兴，很激动，也特别欢迎全国的那个，欢迎全国的民众都过来看丫丫，哎呀，觉得丫丫太不容易了。但是我觉得真的是，其实对我们人来说也是一种鼓励嘛，就那么坚强。然后就觉得他真正的都回到我们北京来了，心情特别特别激动，反正说不出来，有点想要哭。啊，欢迎丫丫回家。他在美国20多年非常不容易，然后希望在余下的生活可以在北京动物园过得很好。